现在在这个罗马尼亚艺术博物馆，简单的看一下，这是一些碎片18世纪的壁画。都是宗教题材，在另外一个大厅，基本上都是宗教题材，没有更多的啊。一些石碑呀、壁画呀，一些在木头上刻的、画的耶稣啊。是一个意大利的柜子啊，不是罗马尼亚。这个是石棺上面的石盖子刻的，雕刻的。跟摩尔达维亚有关，这是一个核桃木做的木雕，非常的精致，是，我走近看一看。有人物，有鸟、花，是个教堂的一部分。木雕，这是18世纪的一个军服，主要是羊毛做的。